under the stars. You pack up your car, 'cause you're going far away from here.歡迎大家翻到嚟我 channel 啊！今日咧係我喺台中咧第一日會拍片嘅。今日我揾咗台中嘅一個靚女 YouTuber 同我一齊，她就是方提方提 ，Hello。然後還有她的團隊在後面。大家好。今天我是會做觀光客一日的，即是做新手檔，看看方婷會帶我去哪裡玩，然後哪裡吃東西，她介紹的東西我相信是地道人一定覺得很好吃的東西，那我就相信她了，我完全沒有做過任何資料搜集，她說吃什麼我們跟著吃什麼。那我們現在第一站是去哪裡？是去台中的第二市場，很早以前日據時代然後留下來的一個市場，所以大家裡面有很多小吃，很多美食，对，都是古早味、台湾味的这一种。哦，这边我在网上没有看过这边啊。真的假的？因为在台中最有名的就是逢甲夜市。哦，没错，夜市。我问到当地人，也有说那个一中街。哦，对对对，很有名的，都是逛街的地方。来吗？还不错，蛮常来的。真的吗？对，因为它都很便宜。有加三种酱，只是选择你的面条可以有不一样的面条。哦，好的，这样。你有没有平常喜欢吃粗的面，还是细的面，还是一般的，或者是板条？这个米苔目是什么？圆圆粗粗的。这个就是这里很出名的铁仔面，这里就是米苔目。虽然我都不知道他们两样是什么来的，就是纯粹台湾很传统的面来的。拌一拌吃完了之后，然后再加这个酱。这个是什么酱？这是麻酱。还要加麻酱？对，它里面也有。它里面只有花生酱跟那个肉燥。哦，原来是这样。两吃，然后你先吃完之后再加这个。这个就三吃。方婷第一个带我去的店就是吃面的，嗌咗呢度好出名嘅一面三吃，个面咧可以加三种酱啦。咁我嗌咗呢一个咧就系切仔面，佢系黄色，好似香港嘅油面咁啦，白色米粉咁样嘅，佢叫米苔目啊。入边咧会加三种酱啦，呢三种酱咧就系肉醋啦、麻酱同埋花生酱。捞面嚟噶，好似都几好食噶喎。捞完咧，佢就变咗咁样啦，就好似平时我哋食台湾嘅干拌面咁样。就两个都可以吃，那我先吃这一个。好，没有问题。好香，花生醬味啊！对对对对对，就花生跟肉燥。我来了台湾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吃过这个面啊！啊，真的，真的，因为我们香港人嘛，其实我们觉得最有名的就是台湾牛肉面啊。我每次来都是吃台湾牛肉面，都没有吃过其他面。啱啱老板娘咧有同我哋介绍到啦，话佢啲面系每日朝头早咧手打嘅。我唔知系咪佢见到我哋咧揸住相机啊，所以佢真系超俾心机去介绍俾我哋有啲咩食。佢啲面咧系好弹牙啦，跟住个麻酱嘅香味咧系好重嘅。如果你中意食淡淡面嘅话咧，就会中意食呢个啦。所以方婷你没有推荐错，这些挺好的，对，很赞，哇，这个麻酱怎么跟香港的不一样？真的，这个麻酱是指芝麻的意思，比较浓郁一点。因为香港的芝麻酱呢，它都是白色的，这边的麻酱是这样的颜色的，好像咖喱一样。好啦，呢个系一面三食啦，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加埋呢个麻酱落去啦。你自己斟酌这个量，你可以先加一点点，看你喜不喜欢。来，自己找位置，有位置就可以坐了，有本分。怎么样？我觉得喜欢吃酱的话会很喜欢吃这个，它芝麻酱很浓郁，酱都自己做的，然后每一家的酱其实都会调的不太一样。之后就吃这个米苔目，这个米苔目我看下去呢似粗一点的米线。对对对，那个口感也是一模一样吗？对，真的吗？果然旅游 YouTuber 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吃下去呢这个好像香港吃的云南米线，它是比较粗一点的。如果你喜欢吃淋一点的面的话，这个呢是完全是你会喜欢的东西，还有最重要是它的酱很好吃。好吃 OK。 加麻酱吗？可以加。我捞起来了。可以捞
拌一拌，拌一拌。加咗麻醬落去啦，你見到咧，佢白色嘅米苔木咧，上面咧已經多咗好多顏色啦。我諗佢都會好濃郁咯個味。好濃嘅醬，香港人咧中意食濃味一定中意。咁咧佢加咁多醬咧有乜特別呢？佢入邊仲有肉醋嘛，所以你成個面咧唔會好 dry 咯，係好有咬口噶。除咗有啲肉之外咧，佢仲有咧菜喎。唔知台灣人食嘢就係咁健康。原來我們台灣這麼健康，我都不知道。我這兩個也很好吃。你比較喜歡哪一個？我比較喜歡這個，對。而家我哋咧去買嘢飲，咁咧就揀咗呢一間啦，就係老賴紅茶。方婷話呢度咧係超級出名嘅，這邊最有名的是什麼？就是紅茶這個品項。红茶这个品相，对，有糖吗？里面你可以跟他说要糖还是不糖都可以，可是它的红茶就是很香哦。那我们要红茶。你要红茶吗？那你要有糖吗？我当然不要了。红茶无糖，没有无糖的，没有无糖的，固定的啊，甜度固定的。Sorry， 那也可以啊，可以吗？那我们就一杯。好好啊，食完个面之后，成口都胀，而家都要饮嘢。買了這個老賴紅茶，最出名的紅茶，他說就沒得選無糖的，它裡面是有糖，但裡面是很香茶味，亦都是很滑的咯。夏天喝一杯這些超消暑啊。藕桂加米肠加蛋，然后是台中人，可能经过的时候早餐会吃的东西，一大早吃这个，有糯米在里面，就是会很沉腻吗？以前台中人都是做工人居多，所以他们会需要比较多的体力，这样子。第一个这个就是饱一整天，没错没错。但我知道你不会饱，你怎么这么清楚我？又很能吃。它有两种酱，一个是它的算甜面酱、甜辣酱，然后另外一个就一般的酱油膏。我以前有吃过那个大肠包小肠啊，它就是这个肠加香肠，都是一样的吗？对，一样的肠。你们那边有香肠吗？有啊，也有啊。我以为香港没有香肠，不好意思啊大家。很多香肠，很多香肠。对，台湾的香肠也有啊，在香港有吗？有啊，我以为都是腊肠。腊肠也有，那个有一个叫做云肠，哇，怎么说？我们请网友跟我们介绍各种肠。我的观众们知道我喜欢吃肠吗？那个酱反而不是太辣。哦，对，就是比较多偏甜嘛。那个米肠跟我以前吃那个大肠包小肠是一样的，对不对？芋头，我们都叫它藕桂。藕桂，它是闽南话，就是台湾台语。这是芋头糕吗？对，芋头糕。香港也会吃芋头糕，都是甜的，都是甜的，好像是甜的，我都不知道清楚。新年的时候才会吃，对，好酷哦！只有新年才会吃芋头糕，对啊，芋头糕，没错，芋头糕咸的，它是 QQ 弹弹的，对 ，QQ 的这样子。我们香港的不是这样的，香港吃嗰啲芋头糕咧，系新年嗰一只啊嘛，佢就里面有好多芋头嘅，咁但系佢呢个系食落去系好 Q 弹，我觉得好似食紧芋圆咁，好新鲜。好吃好吃好吃。跟住咧，方婷咧就帶咗我去呢一間小半稻草芋頭啦。咁呢一度咧，佢嘅芋頭嘅產品咧係非常之好食噶。咁上網咧亦都見到好多 blogger 都有推薦過啦。咁咧而我嚟過咁多次台灣，淨係去台北咧，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咧稻草芋頭係咁出名咯。台灣嘅大甲芋頭咧喺台中嘅，咁就非常之出名啦。呢度呢間鋪頭咧，主要就係賣緊一啲芋頭嘅產品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嗌啲芋頭嘅嘢食試下啦。我哋啱啱咧買咗呢一個大甲。芋头整的稻草芋头啊，这就是特别给你的、啊、真的吗？它的形状就是跟它的店名一样，就是稻草哦，外面也是芋头哦，对，它就是整个都是芋头，看起来好像好脆一样的。还没吃到馅，对，但听得出来很脆。我们可以 ASMR。 我觉得好像在吃那个芋头的薯的芋头的条哦，对对
就是脆脆的，像薯片这样子，对不对？对，我而家仲未食到心啦，我食出边咧，佢出边咧系好多条芋头丝咁样嘅样嘅，好脆咯，一咬落口已经好似 ASMR 咁啦，跟住就啱。咁心入边咧系全部都系芋头泥嚟噶。好满足的样子，很满足哦。嗯，如果爱吃芋头的人会很爱。我觉得如果中意食芋头的人咧，会好中意食呢个啦。佢呢个咧系外脆内软，佢入边咧嘅芋头蓉咧系超级绵密啦，同埋好滑咯。你真没介绍错啊！真的、哦，好好吃。我觉得来台中一定要试一下这一个。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黑糖豆乳浆，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淋在这个上面的。哦，对，是这样，就是让豆乳味更浓郁，这样。不客气了，好。它的冰是比较粗一点的冰，对，就是刨冰的，刨冰，对对对，台式刨冰，没错没错、嗯，这样子豆乳味很香，布丁很滑，一入口就即化了。佢呢一隻刨冰咧係台式咧好傳統嘅刨冰嚟嘅，咁入邊有三個配料啦，有豆腐花啦，有布丁啦，跟住加咗珍珠啦，同埋佢淋咗啱個黑糖牛奶嘅漿咧，好入味咯。夏天咧如果食呢個刨冰咧，超級消暑。啱啱喺出面咧就係曬到，個人都真係暈低啊！梗係食，因為係超級消暑啦。佢個豆腐花咧同埋佢個布丁咧超級滑咯，然後咧佢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唔係太甜啦。我相信咧如果香港人嚟食咧係好啱食咯，同埋佢個珍珠係真係我諗係。台湾是但一个地方的珍珠都是这么好吃咯，反正我觉得它很天然，而且它的黑糖也很香，一般外面的这个糖水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很多其他的刨冰店都是加一般的那个蜂蜜糖水而已、嗯、不是加黑糖。好吃，吃这个豆花啦，豆浆的汤底啦，第一次吃豆腐花咧，系食豆漿嘅湯底。我哋揀咗三個嘅配料啦，有呢個珍珠啦、芋圓啦，同埋呢個粉果。對，我而家準備一啖咧食曬佢。哇！買的是 QQ 系列。粉果呢？吃起來好像 jelly。哦，对对对对，有像。我覺得它不太一樣是，我覺得 jelly 它比。咬了之后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回弹、嗯、但是昆贵它会有一点弹弹的感觉，对，吃下去很夹，然后这碗呢有珍珠啊，跟芋圆啊，和粉果都是一些 Q 弹的，然后夹上豆腐花又出奇地很夹、嗯、豆浆的汤底呢、嗯、很正，而且它都不会太甜，对不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蛮棒的，觉得这边台湾的甜品都不会太甜、哦、真的吗？对，香港的很甜吗？香港的很甜，对、啊、所以我其实不是太喜欢吃甜点的、啊、我喜欢吃不是太甜，但是这边的甜品啊我都很喜欢、嗯、这是全部都是很天然、嗯、然后又不会太甜，对对对，没错，真的有差呢。这间铺头叫好豆糖，咁其实它就很出名，买一些豆腐啊豆乳之类的制品，豆腐花是很出色的，无论你嗌哪个冰呢，只要有豆腐花呢，你都会觉得哇好正。这家店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先前有很多网红来推荐过，他们都说外酥内软，然后它的酱很够味，它有两种酱，一个是豆瓣酱，然后跟一般的那一种就是他们自己特别调的，可能有加蒜的酱油哦，然后有台式的泡菜，然后跟小黄瓜，这样就让你比较清爽一点，因为不然怕太臭。其实臭豆腐的味道是哪里来的？发酵的味道。对，试下呢个台湾的臭豆腐啦，比较硬啲啊，即系香港嗰个应该就系冇咁硬嘅。单独吃，小心烫。嗯，但食落去咧，佢个皮咧，你见到系硬地啦，咁佢就系外脆内软，然后入边咧超多汁咯，咁样噶。真的好吃哎，好吃哦。嗯，如果是作为一个臭豆腐来讲呢，我觉得它不算是很臭，但如果你不是很执着呢那种叫臭豆腐的臭味，如果是一个炸豆腐是算是挺好吃咯。跟住呢我觉得呢吃臭豆腐呢一定要点这个豆瓣酱，那我现在加在一起吃呢应该就好吃。哦，
这个好吃哎，好吃哦，对不对？配配泡菜也蛮清爽的。臭豆腐咧，除咗咧，好似我啱啱咁样食啦，仲有第二个食法嘅。台湾咧嘅臭豆腐咧入边会配咗一啲泡菜啦，咁咧就可以将啲泡菜咧放喺臭豆腐呢度有个窿窿啦，就放入去，跟住就咁样食咯。对，这样子把它塞进去。这个洞要大一点啊，太小。好，一口吃。你们觉得我可以吗？我的口经常被人说我很大，我挑战下，我一啖食晒啦，咁样食。有呢，我还不能说话。OK， 我要笑死。我要吃个五分钟，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吃法呢会比较清爽一点，还有那个口感会更加有层次。因为单吃那个豆腐，就像好像普通的炸豆腐一样，配那个酱是好吃的，放那个泡菜在里面，就是很有层次的感觉。这个是很正宗的台式吃法吗？对，正宗台式吃法。又学到了。第一次见方婷就喺佢面前表演我嘅一啖食晒成个臭豆腐，吓亲佢。不会，女人真好哎。现在方婷也要挑战一口吃到那个臭豆腐。对，我已经把泡菜塞进洞里了。那你表演哦。哇，原来你也是可以的，不是我的口太大。现在计时，你要吃多少分钟？好吃吗？好吃。还在吃，吃个十八分钟这样。唔怪之咁多網紅推薦啦，我覺得呢間嘢咧係值得推薦嘅，因為佢嘅臭豆腐咧真係好正。因為而家係晏晝啦，你又見到好熱啦，亦都好曬啦，咁所以晏晝呢度唔算係好多人。方婷咧就話啦，夜晚呢度咧係超多人嘅，呢度係比較地道少少嘅地方啦，亦都唔係遊客成日嚟嘅。台中咧一定要試一下呢個臭豆腐。跟住咧嚟到下一间啦，今日已经系食到第六定唔知第七间啦。米芝莲嘅必比登嘅推介嘅一间鹅肉店啦，呢一间咧叫做和冠云嘅鹅肉店啦，系嚟到呢度嘅人咧，全部都系食鸭肉饭，都系方婷嘅推介嚟。我们点了一个鸭肉饭，它虽然是鹅肉店，可是它的饭就有鸭肉。对，反正它的鹅跟鸭都有卖这样子。然后都很香，是我们的鹅雪糕，对，那通常是米雪糕嘛，然后它是鹅雪做的这样子，对。我超喜欢吃米雪糕，真的，哎，我觉得超厉害的，这不是我在讲，因为通常外国人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米雪糕，真的是很前面几名的。第三个的话是我们切了一盘就是白斩的这个鹅肉，然后我们是切腿的部位。我们怎么吃得下？都吃了很多家店啊，仲有任添嘅鹅油汤可以饮添。这个味道有一点像药膳排骨那些味道，虽然看起来汤这样清清的，对，可是它其实很浓郁，就是喝起来有一点健康的感觉。对，没错。而且它是免费的。我们来了鹅肉店，当然吃了鹅肉先啦。超大一盘鹅腿的部位，是自己调的酱油跟蒜头之类的，用手抓好像比较舒服。我感觉它的鹅就做很多运动啊，鹅肉是很实在的那一种，可是它不柴哦，它是嫩嫩 QQ 的。有的时候吃肉很怕吃到一些腥味，但它完全没有腥味。鹅肉很香，那个肉就是很嫩，这个很可以，我觉得我推荐。鸭肉饭，很多人来这里都是点这一个鸭肉饭，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很好吃。它旁边放竹笋呢，桂竹笋这样。那个鸭片呢，你见到它片得好薄啦，可能要整深少少啦，因为下面会有啲汁。我会谂应该会有啲鸭油流咗落去下面嘅，连埋个饭一齐食，唔知系咩感觉嘅咧。看 Brandy 吃东西都很好吃哎，饭好像跟这个汤的味道不一样，一样的，真的会有一个养生的味道。对对对，就是你说是重点了，就是有养生的味道，对不对？鸭肉也不会太柴哎，哦，真的，对呀、啊。真的，饭就是很湿润。如果是喜欢吃那种粒粒分明的，可能就会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我觉得它的鸭肉就是做得很出色，饭很香。对耶，下面应该有那些鸭油，就是留在下面做的整个饭的感觉就是很好下饭。你没有介绍错了，我今天都很开心，吃了很多。
把一个礼拜的份都吃了。我觉得我把一个月的份都吃掉了。好期待嘅鹅血糕啦，米血糕我哋食得多啦。究竟鹅血糕系咩味嘅咧？佢系咁嘅样嘅咯，表面睇落去就同米血糕系冇分别嘅，都系点呢个酱啦。咁呢个酱会令到嗰个鹅血糕更加有味。好吃耶。它还是很嫩的那种哎，不会很硬。不好吃的米雪糕吃起来会很硬。它跟米雪糕的分别就是米雪糕比较就是糯糯的，但是它没有像糕点一样一咬就下去了。我第一次吃这个鹅血糕啦，它那些米呢跟我们平时吃米血糕的米是有点不同的，吃下去它有点像燕麦的感觉。在台湾就第一次吃这个。带了我去一间百年老店。如果你喜欢吃冰的话，台中这一间四季春甜食店就是台中最老的一间甜品店。今天就来吃这个冰，我们叫了两个冰，一个就是四神冰，五种材料的，分别就是八合、彭大海、薏仁、洋菜和绿豆。洋菜究竟是什么呢？洋菜就是寒天，但这个应该比较台式的讲法。再叫了这个面茶，面茶我就真的不太知道是什么。方婷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是什么。面茶呢是一种炒过的面粉，面茶它是粉状的嘛，所以它在炒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很容易让人家呛到，所以它变成冰的时候来做搭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搓的过程当中让它混在一起，然后就可以直接吃到就是面茶冰的口感，它里面是粉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搅拌才可以吃到冰冰凉凉的，然后它口感也会比较好。因为我看到呢那个四神冰里面有一种材料叫做彭大海，这是什么来的？台湾人唱歌的时候想要开嗓喝的一种饮品，凉茶吗？凉茶有点像凉茶。凉茶也可以做成冰吗？对对对对对。会不会有点奇怪啊？我是有点担心。做完就会把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说。咁睇佢个刨冰咧系好白雪雪嘅，感觉咧第一下就系觉得佢应该系冇乜味道咯。好特别，我的天哪，好紧张。方婷也是第一次来吃。对呀，啊，没有凉茶的味道啊，我觉得挺好吃的，因为它是冰的关系，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凉凉的。这个黑色这个位置就是彭大海，究竟什么味呢？有味道吗？没有哎，我以为这个四神冰呢，因为刚刚方婷跟我说这个四神冰听到很奇怪，都一定是不好吃的，谁知道原来是这么有惊喜，是好吃的，难怪它可以开到100年，对，百年老店，对，所以一定要来台中吃。对啊，还有这个甜点也是很健康的感觉，蛮消暑的，对不对？我蛮喜欢它的那个菜宴，可是百合我还好。跟住我哋要食呢个面茶，就系入边有好多炒过嘅面粉喺入边啦。首先你要将呢啲面粉同埋冰咧捞埋一齐先。我感觉它就是好像黄豆粉啊。对，可是要把它让它稍微有点融化，就是如果太粉的话，很容易呛到。搅匀咗之后嘅面茶冰咧，就系会系咁嘅样嘅，有啲似平时我哋食嘅粟米羹。比较甜呢，它好像你有吃过澳门的花生糖吗？有我觉得它有点感觉就是在吃花生糖啊。对，真的对，比较甜一些，这个有炒过的香气，就它吃到后面的时候有个火烤的味道，看起来它的样子都不是很好看，吃下去也是挺好的。你一讲我才很认真注意到它的长相，可能我们捞起来就不是很好看。嗯，因为你看这个有点，谢谢。不说了，大家自行想象就好了。我喜欢四神冰，我也是啊。对，我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四神冰听起来就是很古怪哎，但是吃起来其实蛮清爽的。就是我觉得夏天吃特别适合。对，面茶很容易腻，因为它比较甜，是面粉嘛。对，没错，面粉就会饱饱足感。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吃一点。嚟到唔知第几间啦，今日已经狂食嘢啦，系不断咁样食，直到系一个台中美食嘅马拉松啦。然后咧，今日咧就食第二间嘅臭豆腐啦。咁呢一间咧就系浓香嘅臭豆腐啦，就系咁样嘅。呢间咧系喺门口嗰度咧已经闻到好大阵嘅臭味啦，系比啱啱嗰间臭豆腐咧系更加臭嘅。虽然咧铺头细细啦，咁但系佢咧都好多客人啦，亦都咧好多人话啦，呢度咧买臭豆腐嘅人咧系超多人噶咯，每日都。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专登嚟朝圣一下。
下。咁啱啱方婷都有同我講啦，如果大家有睇台灣嘅 YouTuber 啦，即係 Zhou Man 都有介紹過呢一間。咁 Zhou Man 介紹嘅臭豆腐會唔會很好吃呢？我今天就來試一下。它这次是有辣的，嗯 Brandy 很能吃辣，他说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因为我是辣妹嘛，也是，对辣妹，这很可以，对，我觉得这一间的外皮比较脆一点，很脆，那它里面是有汁的吗？我觉得上一间的汁就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比较脆一点，还有那个香味，臭香味就是比较再臭一点，里面还是有汁，但是对上一间的话，那个汤汁就是比较夸张一点，总体来说也是挺好的，很香。而且我看到它这个有放蒜泥耶，对，它上面就有放蒜泥，我觉得味道来说这一间比较好吃一点。掉了，有差你比较喜欢哪一件呢、啊？看在地的台湾人喜欢哪一件，然后我觉得它的泡菜也比较好吃一点，这间比较像在吃臭豆腐的感觉，上一间比较像在吃炸豆腐。好吃哎，这个，所以我们其实要点大份了。对，对，所以要再吃。喺度食臭豆腐咧，除咗咧会有臭豆腐食之外咧，咁喺间铺头入边咧，仲有两样嘢咧系免费可以拎嘅。咁一样咧就系冬瓜茶啦，另外一样咧就系佢嘅海带味噌汤啦，闻落去都好香噶，我就未饮啦，咁又太热啦，咁一阵先饮啦。咁但系佢冬瓜茶咧系甜甜地啦，亦都系冻嘅，所以都系好消暑嘅。方婷帶我去第十間的店頭就是吃很出名的屋馬燒肉，除了在台灣很出名之外，在香港也很出名的，台中就是燒肉的天堂。本身是打算去第二間燒肉的，但是第二間燒肉就很 full booking， 就去到11:30才有地方可以吃東西，就膽粗粗打算打來屋馬問，因為屋馬其實都是很出名的嘛，所以就我們不 suppose 是會有位，誰知打來竟然有位，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吃飯了，很幸運。我們今天叫了一個牛小排的套餐，它這裡的東西我覺得它擺設上面是挺奢華下的，即在台灣來說我覺得算是挺漂亮，然後這裡裝修也是很漂亮的，有一定的水準。因為像我們不管是台北然後或台南高雄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們想到台中就一定會知道屋馬，超有心咯！今日咧，佢仲整咗一个欢迎来到台湾，因为我系第一次嚟台湾，唔系第一次嚟台中食屋打烧肉。